天哥，我看你脸色也不太好，要不咱先回去休息吧。女神姐姐马上也结束了。天哥，女神姐姐给她编舞，也都是为了你，所以哪怕你一会儿再生气，也绝对不能再动手了。如果你实在气不过，就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完了，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哎，程程，我有几个动作还是不太会，你可不可以再指点我一下？什么动作？就是这个动作。我们的舞还没有编完，你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。现在已经过了约定时间，松开。阿爹，妈妈，这里可是公司。阿爹，我们回家吧。还是你亲自教我跳舞有感觉。今天这几个动作，阿爹，阿爹，你别这样。怎么，刚出来又想进去？想拉你进地狱。我没什么可怕的，我反正什么都没有，我无所谓。你呢？嗯？阿爹，我们回去吧。阿爹。